行，要你自己了断，你服不服？就得守，我就得死。
我愿。圣上便要派人前来金表我娘贞节牌坊，大红不同还叫着没接呢，今晚便就死了个淫妇在牌坊下，倒霉呀！你说那淫妇是童家的人？也算不上，听说是童家的外戚。嗯，是童善群做的主吗？不，童老爷不知道。哼，海清，我想童善群他不知情。我们马队替童家药铺采药这么多年，他不至于这么明目张胆触你眉头。你懂什么啊？在童善群眼中，我继母是个粗人，就怕我在镇上抢他光。那贞节牌坊，我季家有，他童家没有，那还不想尽办法找我晦气吗？谅他没这个胆子，牌坊乃圣上所赐，他要是侮辱了牌坊，就是对圣上不敬。童善群那个老狐狸，他不敢如此猖狂的。少春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娘，我去把牌坊清理干净。眼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儿，明日便要金表，绝不能让牌坊沾满了血物。大叔，少春这便连夜去把它清理干净。这辈子没看过什么叫贞节牌坊，你跟我一样，可不也没见过。这可是我们清河镇第一座贞节牌坊，那可不。大爷，恭喜恭喜啊！哪里哪里，我跟各位乡亲一样，是沾光，沾我老娘的光嘛。那还是要恭喜恭喜啊！知道吗？为什么不见童家人呢？圣上金表是大事，这通镇的人都知道。童老爷子理当前来共襄盛举。哼，摆什么谱？难不成要我们大伙等他一个人吗？哼！洗把脸。
是让他背着吧。翻过来干什么？善文都死了八年了，你还这么介意？好歹他是我弟弟，当着他的面还是避讳点啊。是啊，他是你弟弟，我是他的寡妇，也该跟着喊你一声大哥。既然如此，大哥又何必来撩拨我呢？你犯这个别扭干什么啊？我除了在心里犯别扭，我还能怎么样？我和大哥的关系注定一辈子见不得光。齐珍，八年来童家可没有亏待你。我根本就不在意童家待我如何，我在童家守着不是为了童二奶奶这个空头衔，我是为了大哥你啊。童家就是我，我就是童家。童家对你好，那是因为你在我童占群心里有分量，这点你还不明白吗？大哥，你会一辈子对我好吗？大哥身边有大嫂，还有二姨娘，我真怕有一天大哥不会再踏进这间房里来。你不成天的闹别扭，我自然会常来。谁要是闹得我心烦，哪间屋子我都不进。大哥，您生气了？我到药铺子里转转去。我来吧。今儿个不是圣上金表季家贞节牌坊吗？这时候大哥该去前屋更衣了吧？去就去，还跟什么衣啊？我同战群能去观礼，已经是给季海清面子了。哼！今儿个晚上，季家为此摆酒，大嫂得跟着去吧？不必，他季海清摆的场面，值得我同某人带了正房撅了屁股去给他热场子吗？哼！好歹大嫂是正室啊。免了，去季家带着姨娘出客，就是给他面子了。又带他。大叔，宫中校队就要到了。准备准备，快迎。娘，圣旨要到了，您请上前。谢谢大叔。大叔，这童老爷子还没到，便要开始金表了。相公都要到了，还等他？他算什么东西？今日金表是我老娘我季家的光彩，不干他的事，他爱来不来。娘，娘，待会儿呀，您也过迎吧。干我什么事儿啊？为什么要我跟着跪？天热的，季氏族人都到了吗？季氏恭迎圣旨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
老爷，该去参加金表了吧？急什么？让他们等等吧。我不去，他们开得了场吗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清河济世，贞洁可封，足堪家表，以昭妇德，以传后世，以立典范。今着两淮督府巡政，会同具题济世贞洁牌坊一座，并取巨册节送礼部。济世身后在祠堂中设位，春秋两季，香火常响。钦此，谢恩，谢主隆恩。恭喜老夫人。不敢不敢不敢，山公公，您老行大礼，小民等承受不起呀。秦兄，我这一拜可不是以宫中的身份的，别忘了，我也是清河镇的人呐。老大娘受金表，我这乡亲跟着沾光嘛。日后福安告老还乡，把这座牌坊家经过，那也是无上的光荣啊。多蒙公公关照了。好说好说。大娘累了吧？少川扶您歇歇。这位是？这位是世子。世子，他是宋少川，我义子。哦。少川见过单公公。季家今日风采，多赖公公提点，少川感激不尽。倒是个机灵孩子，可惜机灵过了头喽。杨杨，有刺客！杨杨，等我！站住！站住！住！老娘！快点！快点！是，公公，您快躲吧。金表已经结束了，竟然不等老爷。来喽，好，来来。老爷，季海清季大爷还没走呢。小心点啊！哎，好，知道了。大叔，佟老爷赶来了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
不要追了，老爷，回去了。童老爷，哎呦，你可真是错过了刚才的热闹啊！板圣旨金表了，宫中指派的，还是朝中正当红善公来。啊，是啊，这可是咱们清河镇百余年来的第一座贞节牌坊啊！齐老大娘可给咱们露脸了。可不是嘛，咱们子孙万代啊，都靠季家沾着光了。哎，这是咱们镇上第一座，也是。畜生，你竟敢在圣上金表的牌坊下做出此种不文之举，不知礼数，不懂规矩，真何体统？是，况他。哎呀，真是。太可恶了，真是还尿尿，真是气死人了！这样子，二姨娘，这样可以吗？二姨娘，哎呦，你搅浑呐！二姨娘，二姨娘，这知道是二姨娘了，要你在这没完没了提醒啊！屋里就两房，我房里啊尽是些蠢人，手笨嘴也笨。你呢？瞧瞧人家玉莲。二姨娘。嗯。姨娘万福。哟，还真有耳报神呢。好在我没说你小话，只称赞你呢。谢谢姨娘。到我房里来，什么事啊？大奶奶要我来问您拿起少爷的命书。要小喜的命书干嘛呀？王媒婆来了，正在大奶奶的房里给喜少爷说亲事呢。说我儿子的亲事？二姨娘，二姨娘，二姨娘，二姨娘！二姨娘，哟。王妈妈来了，我们都不知道呢。哎，这也是了，谁叫我们是二房，这有事当直接上正房里来了。玉莲，是，还不快给姨娘上茶。是。凤琴，老爷交代过，小雪的婚事得赶紧定下来，所以这才上姨娘房里要小雪的命书。哼，该向我要吗？那当然啦，你是她的娘嘛。我是吗？嗯，我是吗？哎呦，二姨娘，你这……你放屁！嘴里说我是童喜的娘，你们心里哪个亲戚看过我呀？说我儿子亲事，说到他房里头来了。啊！凤琴，你息怒。哎呦，我怒的就是你！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半老不死的老太婆，这成天吃斋念佛，都吃到狗肚子里去了。老爷，老爷，你泡尿挺好，挺好。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端着一脸慈眉善目，你装洋？哼，不过就摆个正房的谱嘛。这有本事你生个儿子，生个带爸的，生不出儿子，成天霸着人家的儿子穷开心啊！说亲事，我呸！轮得到你来说吗？童喜他娘在这，我还没死呢。
我儿子的心事我自个会说，这跟你屁事啊！等你女儿同庆这死了男人回来，你爱怎么说心事你怎么听他说呀？放肆！这种话你做姨娘的也说得出口？哎呦，您就由着那一方这样欺负我，你还要怎么样啊？素龙他还不够让着你吗？打你进门到现在八年了，他拜他的佛念他的经，处处迁就你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我儿子的亲事凭什么由他来决定呢？是我做的主，是我心里不痛快，是我儿子，我徐凤琴怀胎十月，替你们童家生下的独生儿子，我是他亲娘，婚事到别人来说，能由你来说吗？你能给童喜说出个什么好亲家？他说那门亲事又有多好？这只不过是起码是个规规矩矩清清白白的正经人家，素荣娘家的远亲错不到哪去的。小喜的八字一生下来就批过，贵卿往北巡，得娶大妻才能旺夫一子。我就不能替他寻吗？你往哪寻呢？堂子里茶馆里，还是说书唱曲伺候人的下酒留的偏门里？你能替童家寻个什么好对象啊？你们就这么瞧不起我呀？够了啊！让你进童家门，带你跟着出门见客，已经是够瞧得起你了。你要是再不舒坦，晚上季家摆酒你就别去了。老爷，我心中也许和你的情感。都什么时辰了，您还在这儿？您该到前厅去招呼客人呢。在这我自在呀。季家获颁贞节牌坊，大摆酒宴，这可是百年来难得的风光啊！那是他季家的风光。来，陪娘喝两口。季家的风光不也是您的风光吗？这十多年来，你跟着大叔，帮着他领马队走南闯北，如今有这个局面，你功不可没。有这个局面打天下是一回事儿。他老娘独寡守节，给赐了牌坊，跟我何关？我不想沾他的光。不想沾你也得沾，你是他的人。我是他的人，可我没进他家门呢。我姚向云响当当三个字，还怕上面少了个季字吗？娘，娘，谁不知道大叔身边只有你一个女人？若是你肯开口跟他要个名分，我偏不开口，怎么？不进他季家祠堂，我姚向云活不下去吗？好歹总有个名分嘛，名正言顺跟了大叔，那咱们后半辈子……你有点出息好不好？你娘没名分是怎么苦了你？缺了你吃，少了你穿呢？你不要名分，我要。没有名分，我在季家就是个尴尬相，连个拖油瓶都算不上。就算我有天大的本事，人家看我是个屁。谁会这么看你呢？谁都这么看我。我一个大男人，跟大叔非亲非故的，在别人眼里，我不过就是个混饭吃的窝囊废。娘，季家的事业有半边天都是你打下的，只要入了季家门，往后你把这局面传给我，那也理直气壮啊。娘，恭喜你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
恭喜！娘，累了吧？喝杯参茶。季家嫂子，单公公。哎。怎么没瞧见那位小兄弟呢？就是那位高丽天呢，他不是您季府的人吗？没见着他呀。谁？单福安。哎呦，公公请进，歇着歇着啊，别起床。哎，来来来，歇着歇着啊。哎。我来看看你，多谢公公关心。说这话，是福安该谢谢小兄弟救命之恩呢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碰到伤口了？哎呀，瞧我这粗心劲儿！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我看看。不用了，一点小伤，没事的。我看看吧。哎呀，真的没事的，公公。没伤到筋骨吧？一点小伤，不碍事的。皮肉伤也是疼的。还好，不疼。还说不疼呢？福安看了心里都疼呢。小兄弟今天为福安挡上这一刀，你媳妇儿要知道，怕不心疼死了吧？恐怕要怪罪福安了。回公公的话，我没有媳妇儿。哦，还没成家呀？回公公的话，哎，以后可不许你这么多礼了。你救了福安的命。咱俩之间还需要这么身份吗？回公公的话，哎，再这么身份，我可真要恼了。福安吃长你几岁，不如你我就以兄弟相称吧。啊，你是我的小兄弟，福安托大，送你一声福大哥。季大爷啊，季老太太可真是妇德妇言的极致表彰了。谢谢谢谢谢谢。童老爷到。来来来来来，今儿场面真是热闹。谢谢。大叔，还是您赢了。金表不参加，是九爷故意吃的，分明就是不给我面子，我是赢的。来，大叔，就别跟他计较了，好歹他也是客，坏了兴致啊，倒显得我们小气是吧？善于堂，同善群，同老爷到。我心中也许和你的情感有一种暧昧的美满，无条件为你放弃的。同善群，同老爷到。贵客临门，贵客临门啊！恭喜恭喜，季兄，今晚府上真是光耀满堂啊！哪里，童老爷子亲自造访，寒舍才真是蓬荜生辉呀！哎，善群是一定要来，一来是给您贺贺，二来最主要。得见见老太太，
这老夫人真可以说是咱们清河镇的妇德之表啊。不敢当不敢当，快请。请请请。下来。二姨娘这身行头真是标致。哎呦，行头嘛，皮相而已，哪比得上云大姐您今日的风光呢？嗯，瞧瞧这场面，清河镇有头有脸的人可不全都到齐了嘛。哎，这些都是来帮衬的，真要说场面，那得等童老爷子和你二姨娘到了才算风光。哎呦，就冲着云大姐您这句话，改日啊，您正式进了季家大门，这喜宴水酒我可是要亲自来讨呢。哎，这说真格的，女人呢，怎么的也该有个名分，这样不明不白的跟着也不是长远之计。瞧您的老大娘不就是个现成的例子吗？这男人死了有人名分，才能守得云开见月明，得做牌坊的。这要不啊，要不是他是海清一的正房，守了不也是白守吗？女人嘛，要么就做正房，守着名正言顺，要么哎呀干脆就别嫁了。你说这不上不下，守得多尴尬呢，是不是啊？啊！哎呦！金少，我敬你，今天府上可真是贺客盈门呐！恭喜恭喜恭喜！谢谢谢谢，都是单公公您的关照，海清敬您，沾光沾光。哎，胡子，喝酒吃菜啊。当然了，季大爷，我敬您。您府上贤孝之风啊，可给咱们镇上露脸了。我敬你三杯啊！我陪，我陪。好，好酒量，好酒量啊！吴老，我敬您。来来来来来，谢谢。哎呀，季大爷啊，没得比呀、啊！贞洁牌坊啊，光耀门楣，莫此为胜啊！谢谢谢谢。哎，是啊，这可是咱们清河之光啊！二位尽量喝，不醉不归啊！当然当然了，夏公公，嗯，我敬您。嗯，再这么喝，福安可真的要醉了。海亮，难呐难呐，季老太太可硬是守了40年了。可不是嘛，无上光荣，无上光荣啊！倒也没那么难吧。童老爷有何高见吗？寡母受封，童老爷有高见吗？不敢。话既出，何不说个清楚？善群的私见不足讨论。童善群，金兄，大喜之日，想来有人是见不得我季家欢喜。童善群，你得当堂把话给讲清楚。何以我母守节不难？昭君出塞，南面朝王弃君，守节难。玉环灵性断袖，与夫诀别，守节难。貂蝉被迫侍吕布，守节难。飞燕何德迫于形势掌中武，守节难。守节本就难，何以我母都不难？当然难，当然难。否则圣上何以金表立碑呢？善君以为美女守节甚难，同兄让一步吧。美女守节难，我母守节便容易吗？冒甚情，守节何难之有，顺势而为罢了。同善君，你敢出言不逊，侮辱我寡母？咦，季兄不是要同某赵石明讲吗？貌似无言，不守又能如何？40年来可有机会不守？可恶！哎，公公在此，你也敢得罪？童善群，你欺人太甚！亏你饱读诗书，却不懂做客之道，尖酸刻薄，出言讥讽我高堂。童某得罪了。
一句得罪便可解释吗？要，不然要怎么样啊？我们家老爷子不肯说，你们硬逼着他说出来，这回讲出真话，你却又翻脸。这依我看是不难吧？这真要讲起来，想不守才难呢。这谁会看上个？你敢打我？我就打你这张贱嘴！这清河镇最不能守的就是你徐凤琴，谁不知道？你的裤腰带和你的嘴一样松，千人骑万人压的，也就佟善群才会当你是个宝。你这来路不正烂女人，我跟你拼了！二姨娘，你娘，放开我！你们拼打啊！够了！二姨，妇道人家也出来多话了。童兄，今日你是真失言了。是，是。童某得罪，愿赔礼。童善群，你再赔礼也赔不了我寡母的名声。你童家端的是名门望族礼仪之家，可就从没出过一位贞洁烈妇。圣上有谕，祖宗祠堂里春秋二季常享香火，就我娘济世一人。你心里再不舒坦，也只能关了门认栽。而后你童家世代子孙都得心服口服的低着头走过我娘的牌坊。可恶，可恶之极啊！季海清粗人一个，不过就仗了几文来路不明的臭钱，打点地方官吏得以上报，否则他季家哪来的贞洁牌坊？哼，一个草莽得此殊荣，明摆了是把我童家往脚下踩，不过就是为了他有座贞洁牌坊，他有个守寡的老娘而已。说到寡妇，哪没有呢？这童家难道不能弄座贞洁牌坊吗？你是说？我是说您的弟媳妇儿，咱们童家二奶奶何其珍呢，她可是个玲珑漂亮的俏寡妇，这要守出个牌坊，那不比季家那老太婆风光多了呢。你要齐真守牌坊？哎呦，哪是我想要呢，我是替老爷子您抱不平呢。老爷子，您不想要吗？老爷，这善文弟弟都已经走了八年，他待在童家宅子里从没想过第二条路，这不就等于在守节了吗？既然守了，何必白守呢？就让他继续守下去嘛。按大清律例，30岁以前守节得守到50岁啊，或不满50而身故，但已守10年以上者。所以我说他是最好的人选嘛。他今年未满30，这守下去最多再守个20来年，这若有个3长2短，最多呢再多生个2年就满10年了，他死活都是最恰当的牌坊人选呐。老爷，这人道吗？哎呦，老爷子，您就是太心软了，这有什么不人道的？除非他有了男人。我心中也许和你的情感有一种暧昧的美满，无条件为你放弃单独的旅程，为你坚强就不怕牺牲。我的这人道吗？哎呦，老爷子，您就是太心软了，这有什么不人道的？除非他有了男人。不不不，这倒不会。哎呦，那不就结了吗？这没了男人，男女之欢他早该断了响头。待在童家一辈子，没能替善文弟弟生个一男半女的，难道不该为童家立功吗？是是，这话是没错，但好歹这是他一辈子的事啊。7年玉貌，难道要他一辈子独守空闺吗？唉，这话我做大哥的说不出口啊，传出去了人家会说我童善群太不厚道了。唉，于心不忍，
着实难开口。这是大哥的意思吗？莫慌莫慌，这有话慢慢说啊。你告诉我，这可是大哥的意思。哎呦，要我怎么跟你说呢？大哥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啊。这善群他说啊，这事儿我还是让他自己来跟你说啊。老爷子，进来吧，齐正还醒着，衣着打扮都整齐。大哥，齐正，这些年来，你对善文的情谊，童家一直都很明白，所以。所以啊，你大哥认为这世道该还你个公平。那齐家老大娘守了40年，受表得了做牌坊，你若守节，愿意继续清清白白在童家守下去，理当可以为童家争做牌坊回来呀。我终于不那么执着，接受分手是一厢预谋，就算是轻轻的微风，也在试探思念浓薄。你忘的伞还倚我的窗，望着窗外那悠悠春光，我心中也许和你的情心中，也许和。